面对一波波创纪录的热浪和酷寒，我们都惊恐于气候变迁的未来。确实，环境变迁会是人类在这个世纪里头最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必须分得很清楚，创纪录创的是人类百年来的纪录。地球有46亿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灾难本来就是地球的宿命。我们曾经从绒绒的星球开始，地球多次的了无冰雪，地球曾经也陷入过长期的冰冻，最后的一次冰冻期冻结了2000万年之久，那指的是所有的海水都冻成了冰，也许在赤道底下还有一些液态的水。如此巨大的冻结，地球上可能出现过4-5次之多，没有人能够说明清楚为什么会启动这样子的酷寒，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说明地球是如何回春的。但是终究，我们今天最熟悉的生命世界是怎么来的呢？它可以追溯到35亿年前的单细胞生物，它也可以追溯到6500万年前人类还不曾存在的时候的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大灭绝。这场灭绝大家比较熟悉，它来自于一个直径10公里小行星的撞击，它瞬间让墨西哥的一个海域的海水蒸发空了一个洞。这个撞击让岩浆在空中坠落的时候引燃了一场世纪大火，这个撞击引起了将近1000公尺到4000公尺高的海啸。你能想象1000层楼高的海浪席卷大地的情景吗？它引起的地震可能有12级地震之多，是我们921地震的10000000倍之高。在这灾难之后，有超过80%的陆地跟海洋的生物物种消失，那就代表99%以上个体的死亡。那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时代，只有幸运的生命才可以躲过这场灾难，重新在地球上发展。我们的祖先伴随着其他的生物，在这个重新开阔的大地上头快速的演化。在5000多万年前，陆地上出现了巨型的陆生的哺乳生物。哺乳动物在5000多万年前长得像一头狗一样大小，它的本质是牛，它在海边活动，最后融入海洋，把它的耳壳退却，毛发退却，但是保持着它热腾腾的血液，这是鲸豚的来源。在5000多万年前，蝙蝠也飞上了天，取代了翼手龙的角色。同时，我们的祖先灵长类生物在5000多万年前也开始在树上生活，它小的可以攀在我的拇指上头，你可以说它是个拇指猴。所以地球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快速繁衍。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彩色缤纷的世界，也是在这个事件之后才快速建立起来的。人类诞生在20万年前的非洲的南端，我们本来有最好的机会来享受世间从来没有过的丰美，但是我们改变了这一切。人类是一个冒险心绝对强烈的物种，它坚强地走路跟驾船征服了全世界，在15000年前抵达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这是人类学家说人类最伟大旅程的终点。但是对台湾人来说，我们必须很清楚，最后的一棒人类的迁徙是在我们原住民的手上完成的。在7500年前，他们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由这个地方辐射性的征服了东边到复活节岛，西边到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庞大的海域的各个岛屿。人类还有一项特质，那就是我们的杀戮。
我们的杀戮造就了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悲惨，人类从很少数的几百个人躲过了最近的一次冰河期以后，就开始辐射性的征服世界，在过去用很 低微的数字在维系着人类的族群。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教科书上的人口成长图，从10000年前开始，地球上的人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你回溯到10000年前，地球上应该不超过100万人，一直到了250年前，工业革命启动以后，我们人类的族群数才快速大幅的成长。到了去年的11月，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故事告诉我们说，去年的11月，人类会正式超过70亿人口。70亿人口，70亿个残暴杀戮的人，他如何摧毁地球上头的生态系呢？你可以看看，这是一群鲸豚在日本海快乐的嬉戏，看着渔民捕鱼，但是妨碍了渔民作业，日本渔夫把他们赶进海湾里头，用鱼刀一头头刺死，他的鲜血染红了整片的海域。人类为了开发热带雨林，砍伐焚烧，所产生的烟尘二氧化碳是今天我们暖化的17%的贡献。地球上有无数的物种就毁在这一把一把的野火里头。我过去20年来常年的在世界各地偏远的地区敲化石，目的是想了解在5亿年到6亿年之间的生命世界，尤其是动物的起源问题。也因此我比较清楚地了解地层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律动，我们的节奏是如何。可以归纳一句话，任何一个物种在地球上头大约平均有100万年的寿命。也许有些物种刚演化出来很快的就灭绝了，但是也有很多物种历千万年而不变。不过平均下来，每个物种大约平均活100万年。但是有些人会警告地告诉大家说，地球上的现有物种正在用100倍到1000倍的速度在灭绝，那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用3个案例来跟大家说明。鸟类，它是恐龙的后代，它飞上了天，征服了天空。地球上现在应该有10000种活着的鸟类，如果它们平均有100万年的寿命的话，我们应该预期每100年看到一种鸟从地球上消失。但是回顾过去的100年，消失的鸟类绝对超过100种，那也就是鸟是用正常速度的100倍在灭绝中。什么是1000倍呢？我们用台湾的淡水鱼做案例，这是去年才发表的台湾的最新的一种淡水鱼，它叫做溪流细迹，长在南投日月潭旁边的一个小水潭里头，它是一个人家私有的水潭。这个池水里头大约有1000条这个溪流细迹，全世界这种鱼只长在那个水潭里头，剩下1000条。1000条的意思是它自然被归入濒临灭绝的类群里头，因为它的遗传多样性让生物学家认为它们不会有稳定的未来。这个池塘当它的主人决定填平它的时候，这个物种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在台湾的淡水鱼记录里，我们总共可以找到110种淡水鱼，但是其中有10个种类它只在博物馆的标本瓶里头了。也就是在过去的100年里，台湾的淡水鱼从110种减少到剩100种。
如果淡水鱼也有100万年的平均寿命的话，我们应该预期在台湾每10000年才看到一种淡水鱼的消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消失速度是正常值的1000倍，这不是台湾人独有的罪恶，因为举世皆然，淡水鱼在世界各地都用同样的速度在消失。谁介于中间呢？是可爱的青蛙。这些两栖类生物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灭绝速度。我们正在目击一场大灭绝，原本因为栖地消失、污染、气候变迁而受创的许多两生动物，如今更因一种外来的真菌而遭受致命的一击。这就是一个正在用正常值250倍到500倍在消失的另外一群生命。接着我们来看看，所有动物生命的基础来自于光合作用。我们所周边的所有的植物正在遭受什么样子的浩劫呢？植物学家在2000年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地球上应该有30万种的植物，在往后的50年会有1/4走向灭绝。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1/3的植物物种会在这个世纪末消失，这是一件绝对的危机。面对地球上可能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种类来说，30万种植物是微不足道，但是它们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因为我们的氧气、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医药都仰仗于植物界。当然，世界上有很多的组织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在2000年的时候，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就启动了一个千禧年种子计划、种子银行计划，他们要用10年的时间把地球上的25000种植物的种子放在冷冻库里头，来长久保存他们的生命。在挪威也有一个感动人心的小计划，他们在永冻城里头凿了一个100多公尺长的隧道，邀请世界各国把你们的作物种子放到这里。这里是地球上现在最冷的地方，这里是海拔100多公尺高的地方，世界的海水会因为融冰而增高到不到100公尺，这里是一个最后的安全地。当世界的主要产粮区缺了种子的时候，回过头可以到这里取得保存的种子。为什么植物学家只有这么小的胃口，30万种植物只要保存25000种的种子呢？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植物都在热带，热带植物的种子是不耐冷冻保存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困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也在热带地区。也因此在2007年，台湾设立了一个孤岩卓云植物保种中心，它的使命是要保育热带跟亚热带的植物，来永续地球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经过5年多的努力，到了这个月初，保种中心里头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带亚热带植物，总共超过了20000种。20800种植物活在那里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在台湾我们说是一个宝岛，是多样性的中心之一。从海边到玉山顶上，你可以看得到的是4100种植物，但是走进这保种中心里头有超过20000种的变化在里头。它有6700种兰花，它有1500种蕨类，它有1900种凤梨，它有3500种的多肉植物，它有非常好的管理体系。每一种植物、每一个盆子都立上了一个电脑标签条码，清楚地说明它来自于何方，它是什么，在这个保种中心里头它是如何的被繁殖。这个保种中心当然就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大家纷纷到这个地方来采标本，来取得他们研究的材料。
但是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当地球上哪一个生态区在做富裕的时候缺了植物的材料，保种中心会免费的提供这些素材，让大家可以重建受损的自然界。这个保种中心它会持续的发展，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光保育植物而且用异地保护的方式其实救不了世界的。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系，我们需要有无以数计的方舟计划同步展开才有可能。也因此在今年展开了一个到海外推动保种计划的行动。今年的三月，我到了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在太平洋的赤道附近，这个地方住着3万年前从非洲移来的米拉内西亚人，他们皮肤黑，他们享受着一个地球上绝对丰富的多样的生命世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巨大的兰花长在高高的树上，有不知名的姜花开在原野里头，然后在我旁边的这棵树上长满了像蜘蛛丝一样子的绿色的兰花，它只长根，它不长叶子，直接从根上头开出漂亮的花朵出来。我到它的市场绕了一圈，我找到了16种不同的芭蕉。我问他的农业部长说，你们这里的芭蕉种类可真丰富，真好吃。他告诉我，我们有120种以上的芭蕉。但是你从空中看所罗门群岛，已经变成了棋盘状的结构，一颗颗的棋子就是油棕树。在东南亚毁了原始雨林的油棕也进驻到了所罗门群岛，快速的砍伐会让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快速的降低。在海边，我看着这一颗颗巨大的木头从原始林里头砍出来，很快全部都要送到中国大陆去。这不是大陆人的罪恶，因为这些木材加工以后就要行销到世界各地。看着4辆推土机并排的开进原始林，我们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工作。也因此台湾的植物学家在1个月前已经在这里建立一个基地，研究这里的植物多样性，同时有一艘货轮带着2个巨大的货柜在上个礼拜抵达了所罗门群岛，在那个地方要建起当地的保种中心，要延续当地珍稀的植物类群。今年的另外一个行动是到非洲的西岸，有那么一个圣多美普林西比的国家，2个岛孤悬在这个地方，它像台湾一样面对亚洲，它在那里面对非洲，距离够远又不够远，物种可以散播到那里，又可以演化出当地独特的物种出来。这个小岛有无数的丰富，在峭壁上头你会看到从来不曾见过的漂亮的小型的秋海棠，也可以看到比我个子高，一片叶子有我3个脸大，花像我的拳头一样大的秋海棠。我们采了种子回来以后，在无菌培养液里头开始繁殖这些小苗，很快的我们会繁殖复制出许多圣多美特殊的物种来延续这里的多样性。这里有些什么特色呢？例如你走进市场里头可以看到这个漂亮芬芳无比的果子，它是姜科植物的果子，是非常好的香料的来源。但是看到圣多美面对什么样的窘境，5000公顷的原野被签约砍伐焚烧，就要变成油棕树的种植地。如果不快速抢救的话，这一个丰富的赤道岛屿也会因之消失。今年我们的另外一个行动是到更遥远的赤道东西半球南北半球交界的吉里巴斯，这里的海平面只有1公尺、2公尺，它是地球上第一批环境难民现在居住的地方，10万人
在那个地方迎接地球的第一道曙光。那个地方人会被救走，纽西兰、澳洲或者斐济会接纳这里的10万环境难民。但是我相信大家很少想到把这个岛上多样的植物给救出来，也因此我到了基里巴斯。你光看看这一个林头国，你就知道在那里的人几千年的培育出特殊品系的林头国，它有很高的应用跟文化的意涵在里头。终究地球的环境会快速的改变，我们得有这样子的准备来应对很不确定的未来。我在这里就谈到此，谢谢大家。